假来了，您还在为今天做什么菜而发愁吗？每天看看天天饮食再出门，这个暑假属你的餐桌最有滋有味。这可是一盘您在饭馆里绝对尝不到的京酱肉丝，现在闻这味儿啊，真是很特别。这盘京酱肉丝到底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把这个猪肉换成了牛肉呢？徐浩大师又会公布什么样的法则，保证您做京酱肉丝一辈子都不会失败？做好这道菜，嗯，有这么几点啊，叫什么呀？三要三不要。精彩内容马上为您揭晓。一说起京酱肉丝，大盘菜啊，得到饭店里吃去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教您做升级版的京酱牛肉丝，保证一学就会。制作这道升级版的京酱肉丝，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牛里脊肉、甜面酱、黄酱、老抽、盐、味精、代糖等。但是屈大师，您今天为什么选择牛肉来做这道菜呢？一般呢都做猪肉丝，嗯，牛肉丝呢难度更大了，没错。一般的牛肉丝呢会很老，容易柴，一般人就不做了，嗯，哎，但是呢，其实牛肉呢是好东西，嗯啊，那么吃起来呢，哎，有很好的这个肉的嚼头，而且呢，它这个营养更丰富。看到这儿，您可能会说了，这京酱肉丝特别之处，无非就是把猪肉换成了牛肉啊，没什么奇怪的。这您可就错了，这个牛肉丝就要比平时的软嫩，诀窍在哪儿呢？咱们呢是有几个配方啊，一会儿呢跟大家交代，您就知道了。好，首先呢，先把牛肉我们先片成片切丝，把肉丝呢一定要切得粗细均匀、薄厚一致。嗯，好，先把肉丝切好，我们放入容器内。师傅，您什么时候告诉我您的这诀窍啊？哎，做好这道菜，嗯，有这么几点啊，叫什么呀？三要三不要。三要三不要，秘诀是什么意思？徐师傅先在牛肉丝里加入了少许的嫩肉粉，这一要一不要的窍门就登场了。第一呢，要加水，要加水，要加水。这个嫩肉粉一定要跟水和均匀了啊，啊，借助水的吸收度，然后给它挂均匀，让这个嫩肉粉渗透到这个肌肉纤维里头，起到那个膨胀的作用。必须要加点水。对，然后呢，给完水以后，给盐，拿上劲儿以后，嗯，要加淀粉。加淀粉。加淀粉，这不要叫什么呀？就是不要水分没加进去的时候就加淀粉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先放水，放完水之后马上就放淀粉。不行，一定要吃上去手感觉黏了时候才能放淀粉。哎，您记住了吗？一要一不要哈，就是一定要放水，但并不是放完水之后马上就放淀粉，对，要让它吃上这水之后抓起来已经上劲儿了，再往里放淀粉。记住啊，一要一不要。对，嗯，淀粉呢具有什么？它预热以后糊化，糊化了以后等于就在肉丝外面形成一个光亮的保护层，嗯，使它里面的水分不走出来，嗯，吃嘴里才能真正达到一个嫩的目的。来，把肉丝封上点油，封上点油。哎，这肉丝封上点油有什么效果？这个呢，我们封上点油呢，应该放在冰箱里头、保鲜箱里头，嗯，哎，让它呢醒20分钟，让它那个水分和苏打那个嫩肉粉起到作用，让它充分的膨胀啊。封上点油呢，就让它表面别干了，明白了？哎，油封子让它保持那个水分不被挥发，明白了？啊，现在锅热了，我们倒入凉油，热锅凉油，凉油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下面就要把肉丝放下去了。嗯，大火吗？哎，关小火。小火。这个时候啊，二要二不要，嗯，不要整个的就倒下去了，这时候很容易就全坨在一起了，变成一大坨了。大坨了。哎，这要什么？要分散下锅。要想牛肉丝吃着滑，嚼着嫩，您可一定要分散了下肉丝，让其受热均匀。可是肉丝出锅的火候掌握不好，一锅牛肉丝可就算白炒了。那牛肉丝炒到什么时候算是火候刚刚好呢？一个呢，让它全部散开了，嗯，二一个没有粉红色，全变成哎白色的了，白色的，哎，再一个你推起来感觉很轻松了，嗯，很轻松了，这个时候这肉就熟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倒入肉勺控油。现在我们该进行到哪个环节了？哎，这就叫强强联手环节了。强强联手，那不就是说咱俩吗？哎，开个玩笑。啊，过去呢做京酱肉丝呢，各地有各地的不同做法啊。有的呢擅长使甜面酱，哎哎，有的爱使黄酱。您的意思就是强强联合把这俩搁一块儿？对，我们是什么？借它两个优点。哦，啊，黄酱的酱香很浓啊，嗯，就是那个豆酱的香气很浓。
啊，那么这个甜面酱呢，啊，它那个回甜，哎，这个味道也很好，很滋润。那么把俩结合起来，就更有特色。今天呢，我们还一点用到了红酒。红酒、啊，哎，过去我们都使料酒啊，但是呢，啊，红酒呢跟牛肉配起来是非常好，一呢易于消化，再有呢吃起来味道非常独特。首先这有个比例，嗯啊，调羹两调羹红酒，记住啊，就是咱们普通家里这汤勺汤勺量啊，哎，两勺，这个黄酱是半调羹，然后来一勺的这个甜面酱，一勺甜面酱，两勺红酒，嗯，半勺黄酱，一勺甜面酱，哎。这个时候我们加白糖，加一勺半白糖啊，我们准备的是这个代糖，哎，非常健康。这个里面呢再加三分之一勺的老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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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色，让它增色。家里头做起来怕很快就酱还没炒到火候，还没出香味的时候它已经太粘稠了，嗯，怎么办，往里加一点点水，一到两勺水，就普通的凉开水就行，对，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关键点该炒酱，炒酱，炒酱，这是这道菜的成功的关键，炒酱直接放锅里炒呗。肉玉啊，就这么把汤汁和肉丝放到锅里炒，那就一定会是一盘失败的京酱牛肉丝。快听听曲浩师傅说说这最后的三要三不要到底是什么吧。首先将我们调好的，按比例调好的这个酱汁，我们倒入锅中。哎呦，我现在闻这味儿啊，真是很特别。来，你看啊，红酒的那种醇香味儿，再加上那个黄酱和甜面酱那种酱香哈，豆香都出来了。这现在就是第三要，就是酱一定要炒到火候。炒到火候。有人这酱刚一下去没扒拉两下就下料了，啊，根本挂不住那肉丝，啊，这是很失败的一个。哦，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在这边三要三不要，这酱要炒到火候。嗯，炒到火候，怎么叫火候了？嗯，一要亮。二有酱的香气，再一个感觉什么叫气顶勺，现在就有点气顶勺了。气顶勺就下面的那个气泡顶着你这勺，刺啦刺啦的感觉。我感受一下。现在快快感觉一下就行了。哟，真是是吧？你的那个气顶勺的感觉，那个泡啊顶着这个勺了。对，一要亮，二要什么来着？二要有酱香味，有酱香味。三要气顶勺。对，好，赶紧让它挂上那个酱哈。我们来一点香油，哎，香啊，好。香香香香香，来，你给我来点味精，味精，关火，好，关火了，赶紧来尝尝我们做的京酱牛肉丝。嗯，从颜色上看呀，这个酱料就让你有食欲，味道上来说，哎呀，它真是兼具了这个黄酱哈，啊，和这个甜面酱的特点。最重要的是这个牛肉丝啊，一点都不柴，真是又嫩又滑，而且还有一种润润的感觉。大盘菜，记住我们的三要三不要，就一定能搬到您家的餐桌上。京酱牛肉丝，再来回顾一下制作京酱牛肉丝的原料，有牛里脊肉、甜面酱、黄酱、老抽、盐、味精、糖或代糖等。首先将牛肉丝切成粗细均匀的丝，加入嫩肉粉、水、盐和淀粉，封少许的油醒20分钟，然后过油备用。用红酒、黄酱、甜面酱、代糖、老抽调制酱料，先炒香酱料，再放入牛肉丝，最后淋勺。